玩了那么久吃鸡游戏，现在第一次才知道，原来我们队友身上都会有一种福利，你们知道吗？本期会有两个巨大的福利，记得把视频看完哦。主要做的是 service provider， 就是提供服务给客户。不是什么服务？就比如讲，客户需要一个客服团队，我就策划一个客服团队。对，如果我想要，就或者可能你也能策划一个给我。可以，没问题。你跟我说你想要什么条件都行。我再帮你留意。哎呦你妈！那如果找不到满意的，得扣我工资吗？找不到满意的，我先替补一下。到找到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你这样呀？我帮我照顾我两个小孩。我也行，几岁啊？我很喜欢小孩子哎。对的，第一个老板有什么福利？来听听你讲。我只唱首歌给你听吧，因为唱抒情了。嗯，可以，没问题。那这首歌献给我在和平的第一位老板，也其实是我立大的第一位老板吧。哪里有彩虹告诉我？能不能把我的愿望还给我？为什么天这么安静？所有的人都跑到我这里，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 ？A few moments later。好听了，好听了，练的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真的是。真的吗？你要唱歌给我听吗？想多了，走吧，我们走了。嗯，这城有点远了，走。福利的话不止给你，还要给所有荧幕前的小可爱们。只刷这个 Lida， 然后搜索呢 Lida S 图解，这1280的点阵，也就是 UC 同时又免费优惠券，可以用一个更划算的价格去点牌牌。然后评论区的链接去下载吧，拿下属于你们自己的福利，并且点上你们喜欢的牌牌。